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莲花生大士。南无莲花生大士。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顶礼华智仁波切，顶礼法王如意宝，顶礼上悟下道大和尚，顶礼登科仁波切，顶礼西天东土，红中眼教诸大善知识，为天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而如理的谛听。就是这个天边无际的众生啊，就是啊，从我们现在身边一直到啊尽虚空遍法界的这些众生啊，这个不单单我们人道啊，还有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的啊，乃至啊天道的六道众生，为了我们今天在这里，那我们这里这个在这里听法啊，是为了这一切的众生都能够啊证得圆满佛的果位而在这里听法。所以这样一发心的大，下面听经就开始功德也大了。往昔出世的所有印度和西藏的大智者、持名成就者，也都是依止了真正的善知识后，依照上师言教行持，最后与上师意趣成为无二无别的。我们不管是从宗门下啊，所谓宗门就是禅宗啊，禅宗的这个五花七叶当中可以看到这个痕迹，看到这一代一代的成就者的这样的痕迹啊。从教门里面啊，华严宗也好啊，或者是这个天台宗也好啊，还是以前的啊这个慈恩宗啊，这里面都可以看到师徒之间是怎样的默契，相互的这样一种默契啊，达到师徒的心完全融合在一起啊，这样子啊成就啊得大成就的。所以我们对上师的一切行为不能生邪见，并且不应有欺狂狡诈的心态，应以正直的秉性来依止上师。如果没有这样依止，仅仅说一个小小的妄语，罪业也是极其严重的。也就是说你这个单单这个欺狂狡诈的心态不能有啊，而且啊就是应该秉持的一种正直的啊秉性，诚恳的啊，正直的诚恳的啊。如果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话啊，也很油，很在上司面前比较啊油腔滑调的，或者内心里面啊，心里面一套外面一套那样子，来这就讲一个小小的妄语，罪业也是极其严重的啊。所以平时啊，因为我们毛病习气其实是太多太重了，我都不好讲，要讲了要开始要讲你了，好了哦，那这个那一要讲，二也要讲，那三也要讲，四也要讲，那一二三四都要讲，那你百千万个，那我怎么讲？所以索性多了我就不讲，看你们有一点点进步，我心里还是高兴一点。但是如果不讲，靠你们自己去觉悟啊，那个是缺点啊。
实在似乎又太漫长，有的人甚至是根本都不觉悟那个是缺点，没有意识到那个是缺点啊。所以啊，我们包括我们在座的，虽然一直我已经在做事情了，但是一个人真正到可以讲的份上，那还是要、那还是一个大这个里程碑式的啊，里程碑式的开始嘛。师父都是这样的了，对所有人都是笑笑的啊、你们好你们好啊，很客气啊，再有一点缘呢，甚至师父还送你们礼物啊，讲也讲一些共同称的，都是似乎好像啊跟你不相干的，都是讲大家啊、大家都可以听的，所以都可以听嘛，所以也都觉得啊、这个好像不是在讲我，就那个感觉啊，所以一般性都是这个感觉了。那真正的要、每天看着你，像跟你过意不去一样的啊，有什么缺点马上就指着啊，呵斥着，这个时候啊，你那个时候的话，很多人呢，我这讲的很多人呢，其实是很少的人，因为很少的人才会被师父这样子盯着，但是这个很少的里面呢，又是很这个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哎，我跟这个师父缘分了了，我跟这师父缘分尽了，他怎么看到我老是生气，哎，看不惯我这个，看不惯那个，哎。我你看有这么多优点，你看啊，我在居士里都能当头啊，我在出家人里面我都能当方丈，很多的人会这样去想。所以说呢，这个作为一个善知识要来呵斥弟子，其实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你不呵斥他的时候，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一起好，都叫好朋友一样，你看礼尚往来啊，这样子，如果呵斥了，有可能会变成敌人，本来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啊，开始那个了，就像那个禅宗里也有这样一段故事，那位方丈和尚啊，他住山呢、开悟了之后，就亲近他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就形成一个丛林。规模还比较大。这位老人家年纪大了，这个那段时间啊，常常的在庙里这样走来走去，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看这个也不顺眼，看那个也开始不顺眼，大家都很害怕。然后那个首座和尚呢，他开始说了。他说我们的和尚啊，这几天发慈悲心了啊，想渡人了啊。但是往往他是要渡人的时候，我们看到却是最不想看到的。哎，怎么回事？他就是不喜欢看到这样，就喜欢看到大家你好我好，这样子。特别是那些人，那个受了伤害啊，什么跑到庙里来啊。然后看到佛菩萨都是笑笑的，那么慈悲的，看到师父也是笑笑的，哎呀，开心，心灵上一种寄托，心灵上一种安慰。你跟他真正讲法了，那可不是，就像叶公好龙，所以我们中国这个成语就那么著名，叫叶公好龙。他好的龙不是真的龙了，他好的就是绣在锦缎上的，雕在木头上的，雕在石头上的，刻在石头上的。真龙出来的时候，那张牙舞爪啊！前几年那个气功热的时候，我也跟他那些人说，那些人一边练功一边说，我德高功长，德高功长。我说你这个德高功长，德高嘛又不敢修，功长嘛又受不了，真正的就是那样子的。平时我讲德高功长，德性上面又不敢刻苦的去修啊。如果有一点点长功，那个受不了哦。包括我们庙里来也是，庙里有的人一般现在迈不进这个庙门槛，有的想进来哦，明明是别人带他来的，约好了要来了，那个人就推掉了，我去不成功了，我什么什么事了。有的人甚至来到半路，就开始生病了，就开始起烦恼了，
有的人进了庙里面，就浑身不舒服，哎，浑身不舒服。有的人住个几天开始好了，开始犯业障了，哎，他自己觉得奇怪，我怎么变了个人似的？哎，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寺庙啊，哎，它不同凡响的，不同凡响。啊，我们一般性的人住居士住到这边，三五成群聊一聊啊，讲讲，然后就开始了解慧人寺了。哦，慧人寺原来是这样的，几个出家人，哪个出家人好，哪个出家人不好，哎，哪个居士好搞，哪个居士坏，啊，都好像了解了，哎，就开始变得有点神秘了，啊，什么事情，哇，开始有点那个了。其实这个庙里面天天他真实的一面有几个人能看得到呢？哎，我这里呀，默默的维持的维系的一种状态，天天讲经要传播给大家的东西是什么？有几个能知道呢？这个庙子它存在的价值就在这里，存在的价值看不到，存在的垃圾，那些垃圾他净看到。哎，你说这东西业障重不重？跑到庙里来啊，收垃圾来了，别人产生垃圾他收垃圾，他真的吗？把那个陆地啊扫得干干净净，把垃圾头倒得干干净净，那这个人还有一点功德。他这个人啊，竟拿了一个带着新的口袋，新灵的口袋到庙里收垃圾，收的满了，里面都是苍蝇飞来飞去的，他自己也恶贯满盈了，他也住不了了这个庙，自己要走了，甚至在自己要走的时候啊，还要撒下一片的毒，再给你播种好。哎，那有几个是非常典型的，哎，包括我们出家人也有，哎，他要走之前，细细密密都给你布毒。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的，因为那个是他的事情。只不过有的人他看不到这个寺庙的功德的，他跟不上真正这个寺庙的体性的，他就会被那个染污，他就会以为是真实的，然后就放在他脑子里面。哎，我们这个天天啊讲经说法啊，这个传承他没得到，那个传承他却得到了。哎，所以大家可以看，在这个庙里啊，既有人得利，也有人呢，得坏处。既有人欢喜啊，也有人忧愁。有的人他是没有目的的，他跑来他生活当中的这种习气来了，还是东看看西看看，东打听西打听，什么是佛法根本都不知道，做梦都做不到。哎，有的人在打听啊，在这个了解过程当中，哇，知道哇，这庙原来这么乱，哎呀，这么乱，哇，他没看到这个庙清净的一面，清明的一面，这个弘扬的这个清明的一面，建设的这个清明的一面，清明透彻慈悲柔软的这一面看不到，哎，那就是他的业障了。其实你看，你们大家静下来，这庙是不是挺静的？非常静嘛，清净透彻，哎，心静下来，就这样，说明本来这个庙它是静的嘛。是不是这个庙天生就是这么静的？也不是的啦，没建之庙，庙之前是养猪场，它怎么会静呢？臭气熏天，苍蝇满地啊，它这一圈都是坟，如果没有这个庙子的话，你来试试看，大鬼小鬼就把你给吃掉了。不相信你去住山试试看，住山不服气去住山去，你看受不受鬼欺负？就是盖了庙子之后，那也多少年了，也是照样是乌烟瘴气嘛，乌烟瘴气嘛，对不对？乃至我们真正住进来，这一段时间，我们也花了很大的努力，才逐步的。越来越好的才进入到现在这个状态嘛，但是他这就看不到这一点呢。
是什么东西在转变？是什么一股力量进入到这个空间里，令它转变？啊，变得你看这么祥和，这么清净啊！啊，人天永护的一个地方，地神献瑞的一个地方啊！哎，你只要呼吸一口清气，空气都是那么香。所以我们这地方这样子一种寺庙的一种状态，不是无缘无故来的了。有很多人跑到这边，然后就是说这个地方很清净哦，这个地方会有清净的属性和不清净的属性吗？没有的了，因缘法了，因缘和合它清净了，有清净的因缘和合在一起了，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为什么我坐在这里，在这个庙这么多年来，也不是看不到那些东西，但是为什么稳坐不动呢？我想那些东西算什么嘛？那些东西翻不了船的嘛，毕竟我不是那样子的。我再想了，你们来到这个寺庙到底看谁的，到底学谁的？在我们佛教的啊这个团体里面，各个团体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都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希望大家就不要被某些的现象所染污啊，你要有顶上的眼睛，哎，顶门眼，哎，要看诸上座，莫学诸下流。你是亲近善知识的，你是为善知识发心的，哎，你是为了在善知识能长久的住下去，所以啊，你护持道场啊，你尽你的身口意啊，追随善知识，打下这样的基础。因为在各个的宗教团体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要看，要用智慧的眼睛啊来看，不要稀里糊涂的。然后从前一位大乘就者的弟子，摄受了众多眷属。一次，他正在传法时，他的上司以乞丐的形象来到他面前，他不好意思在大众中顶礼自己的上司，便装着没看见。下午传法结束后，他立即去拜见上司，并做顶礼。啊，他师父跟他说了：“你现在才来顶礼啊？你刚才干什么去了？刚才为什么不顶礼啊？”啊，他说啊，我刚才没有看到上司。他这个话刚出口啊，他两个眼睛珠子就掉了地下去了。你想骗师父啊？所以他后来他就意识到自己了，马上就请求上司宽恕了。他说啊，我刚才是看到您了，但是啊，看着你那么破破烂烂啊，不好意思，我在那讲法啊，对着这么多我的信众啊，我不好意思跑下来啊，对着我的啊，你这像乞丐一样的对你啊行私礼，不好意思。所以他讲了实话了，也请求师父宽恕了，师父也不会怪罪的啊。那个师父就是给他加持一下，然后蒙受这样加持的力量，他眼睛又能得以恢复了。这个都是真事哦，啊！另外的话，啊，此外，印度大成就者黑行大师也是同样，他与许多眷属一起进入，啊，航船渡海时，啊，有一次带了很多的信徒啊，他的弟子啊，啊，乘着船去渡海，他在这海上面啊飘着，他就悠然的就想起来。我现在渡了这么多徒弟，我有这么多徒弟，想想我师父多可怜啊！你看，我师父啊，你看，他就没本事收徒弟。他想想的话，从这个方面来讲啊，从我弘扬佛法，从我度众生的方面来说，我的本事比我师父大哎。这就是刚刚。想到这个的时候，这个念头一升起来，好，念头升起来了，船沉下去了，船沉到海里去了。在海水里拼命的挣扎啊，
艰难困苦的时候，这时候意识到了，救命救命，喊谁救命啊？喊师父啊，这种上师啊，救命啊，上师啊，救命啊！马上这时候祈祷上师了，上师这时候亲自从空中就降临到他的面前，就把他海水里提上来。刚才你升起了很大的傲慢心，这为什么叫大？哇，师父都不放在眼里了，这种人多的是了，明明一切都是上师的加倍成就的。包括我们自己也是，所有一切都是这样。烦恼八万四千烦恼，菩提也是八万四千菩提，上师也是八万四千上师了。你看得到的，一生当中看得到的受用的，其实只不过是很少的了。无量无边的上师，我们的每一步进步都是在上师三宝的加倍下所发展的。所以有感恩心的人才这个世界上有出息的人。如果不知道恩，天天只活在恩德里面，去眼睛还看着其他的地方，我想着要更高的成就，我要更高的那个，你就不行，你根本都不知道你当下的成就都是很多很多的因缘的成就的啊。所以作我内心来说，我常常非常感谢大家，很感谢大家，大家的因缘啊，让我们慧思十年有这样的现状啊，甚至啊，每一棵树，每一棵草，刮来的每一阵风，下的一阵小雨，都很感激他。哦，这个种种的因缘，种种的力量，所以我们这个给我们造庙信海法师，那么多的包括台湾的那些信众，他们供养信海法师，信海法师才有钱来造。哦，我们也感谢那些我们建筑队的，建筑队的各个方面啊，才让我们能够这样子。我们每天吃饭啊，在这里走啊，睡觉啊，早晚功课，有多少因缘和合才体现了这些哦。我们自己的身体啊，我们给我们身体的父母啊，培养我们的这些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的那些老师们啊，我们同学们呢、那些好友。甚至我们身体外皮的这个细菌，我们内部的这些微生物，他们天天帮助你把你的饭给你吃了，然后再分泌出酶啊，种种的化学反应啊，物理反应，让我们才能讲话，六根才能够运转，我们的这个佛性才能够彰显在我们的六根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种种的门头。知道了，你离开这些哪里会有你这些所以啊，种种种种的因缘和合，这一切因缘，当你真正的生命开始充实的时候，你生命开始快乐的时候，你就会感恩他们所以生命的快乐不是需要那些东西的，不是需要那种单单的金钱啊，或者某种东西刺激，那是一种迷失，自我的迷失，恰恰是痛苦的。所以赚钱再多也不会得到快乐，因为它根本是痛苦的。只有当他真正的获得了自己的这个生命的真实面目了，让生命变得充实了，这时候生命每时每刻都是快乐的。这时候你会发现四恩总报，你才会意识到恩有恩来自于四种方面：父母、师长、国土和众生，来自这四个方面。然后呢，你也开始有报恩的方法。这个，所以我们平时为什么老是失败，老是失败，老是失败，老是甚至尝不到成功，尝不到成功，成功到底在哪里？修行什么尝不到甜头，尝不到回报。出世间法是这样，世间法也是这样的。
如果你没有感恩的心，你想得到真上，那是不可能的。哎，你说你这个体力再好，智力再好，都把你磨光，你再好有尽头的了。体力，包括体力也是因缘和合的，你没有意识到这个体力哪里来的，体力也把你耗完。哎，你觉得我很聪明，聪明你没觉得这个聪明哪里来的，你没有产生那个感恩的心，也会马上很快的就耗尽。哎，你说我这个钱很多，我怕谁啊？我有的就是钱，你钱多，你不知道这钱哪里来的，你没有感恩心，这个钱马上就叫你口袋底朝天。哎，有的人说官当的大，我这个地方我是皇帝，我是第一把交椅，我说了算。你只知道你说了算，不知道说了算从哪里来的，啊，马上叫你啊，便阶下囚。哎，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这个佛教，谁对于谁来说都是有建设性的，觉悟对谁都是需要的了，哎，对谁都是需要的。所以怎么样才能够啊？怎么样才能不退？才能真正的保持进步啊，不退转啊？所以这个要保持的一种正见啊，不要这种傲慢心啊，迷失了真相啊，用情绪，用非常强大的主观的意识啊，所控制，然后被傲慢的魔鬼所盘踞了，占领了你的阵地，就糟糕了嘛。哎，所以这个师父就跟他说了，说刚才就是你那一念傲慢心，所以得到这样的报应。我也是没有致力于寻求眷属受用，师父就跟他说了，说我没有用这个力量啊，我没有用这个心啊，来寻求眷属啊，受用啊。如果我要来也用啊，我把我的精力用在这方面的话，怎么？你现在所得到的我也会一样都会得到了，都会得到的。哎，所以我们在这里修行，哎，我们以后就是说啊，成名了，眷属成群啊，那个弟子啊，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了。为什么？这也就是说，你把你的这个心，把你的佛性，你致力于啊去利益众生，所以众生就会回报你，感恩你，大家亲近你，啊，诸佛龙天呐，诸佛菩萨，诸龙天呐，爱护你，这样的一个结果，也不是说你真的功德就很大，啊，那有的修行者他一个徒弟都没有，一点知名度也没有，他却和佛一模一样的功德，啊，那佛完全同一个体性，同一个体性。所以但是呢，哎，我这是讲啊，对修行方面的。甚至有时候他很奇特，有时候就是师父他没有显现弘法利生的事业，所以他把这个福报积着他没有用了，加持到徒弟身上。想想师父正是把这个福报啊要把节约下来，节省下来，他不愿意去用，他不喜欢，他就安住在道的本体里。正是因为这样子呢，所以我就为什么我到哪里讲法都喜欢弘扬赞叹师父，赞叹那些大善知识呢？因为我内心里想，比如说现在我们前几天看到生命电视台放出了我们师父的开示，你看多精彩啊！啊，后来电视台电话打来给我。我就跟他们赞叹，我说你看我师父这样的人啊，这样的善知识的形象啊，就是不讲话，坐到那里面镜头对着他，大家从电视上看到，哦，都会得非常大的功德啊。这确确是世界重量级的这高僧大德，不是一般性的。我内心里就非常的焦急，这个知道吗？我这个逝者已经不同意以前的状态。我以前仅仅是在师父身边给他洗洗脚、捶捶背、捏捏耳垂子、捏捏肩，以前这样。我现在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努力去宣传啊，把师父给
介绍出来。师父自己不会去介绍自己的，自己不会给自己做广告的，徒弟应该给师父做广告。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做的完全都是一个侍者的行为，我还是侍者，不是因为我呀、啊，我在这里哦，在杭州阳齐寺，我这是不是离开师父了？没有，做的完全的与师父相应的事情。我就觉得，深深的觉得，我们跟师父比起来的话，他老人家是巍巍的金山，我们是山，金山下面的一块小石头而已。就这块小石头能放一点光，还是师父给照的，还反射了一些师父的光芒啊。我就觉得非常的可惜，他现在啊年纪这么大了，修行七十余年了，啊，我就希望很多的，更多的人呢，认识到这样的大善知识，得到这样的利益。这样一种缘故了，所以你看，包括我接道场，接道场把这个道场打扫得干干净净干什么？也是为师父准备的。师父自己去建庙累不累嘛？现成的，这个全部打扫得好好的，不要师父来管理的，师父来就要讲经说法就行了，吃休息说法，其他都不要他管，管得好好的，根本不要的这些事情啊去烦扰师父去，不需要的，师父就好好讲经说法就可以。从一个师父培养弟子的角度上来说啊，他想把自己的这个把自己的那个徒弟啊，他师父转世来的来做他徒弟的人，他想把他培养上位，这个作为师父这是非常伟大的情操，我非常的赞叹啊，更加的恭敬我师父。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像上一次我去看师父，我就讲这个故事，我说我这一次去成都，我看到一位老和尚今年110岁了，还开3个店，赚来的钱造2个庙，他同时还是金刚上师哦，做了大概50-60年的金刚上师了，现在110岁了，还是天那么热，坐在路边上卖东西，有人来接待客人呐、啊，什么东西，就为了2块钱、3块钱的东西，他要做。你说这么样一个金刚上师，110岁的卖门票好了也不值那个几十块钱，哎，一般人不知道还要跟他讨价还价。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啊？我知道有一个110岁还在这做生意赚钱干什么？我讲这个意思啊，师父自然知道。就是想让师父不要觉得自己85岁了，85岁算什么？这样的宝闷埋在那边，埋的这个功德一点点不会损减掉，师父的功德不会损减掉，人天依然会恭敬啊拥护。但是我们人的不就是可怜了吗？你看，因为凡夫的这个人呢，啊，他是见相生欢喜啊，见相作福啊，见相生心啊，哎。你看我们师父那个啊、哦，那种那么威仪啊，那么庄严的德相啊，哦，对不对呀、啊？大善者的啊，大长者的这种风度啊，那种级别，那这不是一般性级别的，重真正的那才是重量级的呢。所以我们这个用心实实在在啊，时时刻刻的，我们都啊，还是啊这样子用心。所以说。其实我自己内心知道，我做的还是一个侍者在做的，只不过我现在如果我再带到师父身边去给他做那样子一样的事情啊，师父也就会觉得很别扭，哎，这出关之后了再跟师父做侍者，师父每到一处都个个是景庆法师拿丁离，你看天天我跟着师父边上，师父给我做广告，觉得别扭啊。那我们既然现在我们自己讲话啊，有一些人员啊，就是啊，我这个人员也是海涛法师啊加持的给的啊，把这些人员再也不要辜负这些人员，别人对我的一点点缘分呢 啊要非常感恩，非常感激大家啊，能够给我看到我欢喜，也同时欢喜听闻我讲法。要把大家的这种啊
恩呢、啊，我要记在心里，要给大家更好的。哎，所以想尽办法啊，是想把我们师父给啊这个给啊介绍给大家。所以说以前你看我也都是啊，认识的人全部都是介绍他们来皈依啊，我们师父啊啊，乃至后来在引荐他们看净慧长老啊，哦，最后再一直到啊五明啊法王如意宝，都让大家这一辈子啊没有空过。你看见到这么多像佛一模一样的这些大成就者，就是现在收皈依徒弟，我心里还是这样想，哎，我替师父收的啊，替师父说的。所以你看大家的这个啊南众的这个法名都是智字开头，所以说这个要配合的，我们要把师父的这些功德要把它彰显出来啊，要让大家得到这种功德的加倍，这叫配合了啊，也是一种配合啊。这下面呢，往昔已出世了无数不可言说的佛，以他们的大悲心也未能救护我们呢、啊、那么多的庄严劫的佛啊都已经灭度了啊，所谓的灭度就是我们看不见了，不是说佛真的灭度了，佛是不生不灭的，乃至我们现在是贤劫，贤劫又将有一千尊佛出世，现在已经是多少四尊佛已经出世过了啊，未来的佛是第五尊啊，第五尊弥勒佛，第五尊，我们现在还做人，甚至前世还是畜生道里刚跑出来，闻着啊畜生的奇气，哎，这么多佛也没把我们给救了，而今我们这些众生仍然漂流于轮回的大苦海当中啊，仍然漂流这个苦海当中。昔日涌现出不可思议的成就者高僧大德，他们也未能成为我们呢，也未能成为他们慈悲关照的对境，甚至连面见他们的缘分也没有啊，面见他们的缘分都没有。这个呢只不过呢是为了凸显现在的师父啊，我们是这样子的，其实严格来说也不能这样想了、啊，我们现在能来做人呢、啊，能够呼吸一口空气，还是佛菩萨加倍的了，还是这些诸大成就者、高僧大德，他们默默的关心着我们，赐予给我们的了，啊，应该是这么讲。但是为了凸显，因为谁来手把手来带我们呢？手把手来带我们。如今佛法已到末期啊，五浊增盛之时，我们虽已获得了人生，但只是随不善意而转。我们虽然得到人生了，还是随不善意而在转了、啊，不知取舍之处，犹如无依无靠的盲人漂泊于空旷的旷野荒野中一样。就是这样的、啊，东撞啊西撞啊，好坏不知道。此时诸丧失善知识，圣者们以无量的大悲心垂念我们，即显现适合各自不同缘分的布特伽罗神像。哎，就是说佛菩萨因为垂念我们的缘故啊，然后显现不同的布特伽罗，什么就是凡夫人的形象，虽然是凡夫他却又是大善知识啊，所以叫布特伽罗神像。虽然他们安住于佛的密意中啊密中，但行为却随顺我等凡夫人。所以他的内在的密意、内在的功德和殊佛一样，但是啊，他却为了随顺我们凡夫人啊，啊，行为啊，却是跟我们凡夫人一样啊，你看这样子来随顺我们，并通过善巧方便来摄受，善巧方便来摄受，使我们趋入殊胜正法，打开我们取舍的双眼，并无有错谬，无有迷乱地开示了解脱辨知的圣道。实际上上师的功德与诸佛无有差别，那上师做的事业就是什么，就是佛的事业了啊，所以啊所做的想的做的完全都是和佛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啊和诸佛啊无有差别。但对我们来说，
上师则以胜过诸佛的恩德加以救护。哎，上师内在的功德和佛没有两样的，哎，我们应该这样。但是他对于我们的恩德来说，他其实超过了所有我们所知道的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上师即是总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功德于一身的，他是把所有诸佛所有教典来解脱我们的这些，他这个所有的这些功德都体现在上师的身上，我们所有得到的进步都由上师这里啊得以啊得以满足啊。所以上师则以胜过诸佛的恩德来加以救护我们呢，救护我们是会需要很细心哦。因此我们应当随时随地的以三种信心精勤依止上师啊。所以这个依止上师啊，到这里等于是啊，非常内容啊，其实是很都说到了，都讲到了。最后华智摩切这里又以四句结诵呢来做总结啊。前面是啊，上师足下尽其情啊，下面这个呢啊，就代替我们这个众生呢、啊，既是忏悔啊，啊，又是助，又是祈祷我们大家啊，能够啊，进入到这个如法的状态，啊，虽遇甚事，忍为劣行诱；虽获甚道，忍飘非道中。我与如我恶性诸有情，正法调伏自续起加持。我们要知道自己是什么状态哦。哎，你不要不知道，虽然你要自己知道，虽然我们现在遇到善知识，但是我们自己还是被劣行所诱惑，还常常想，哎呀，有的人跑到我庙里，最后再告诉我，哦，到庙里说，哎呀，我憋了，我到你庙里，我住了十天，我憋了七天，我实在我憋不住了，我才跑到街上我吃一顿肉，还在想。有的人说，哎呀，那个我到这里啊，我这憋着，我想不过来，我出去抽两根烟。虽然这个庙里给他提供这么好的场所，对不对？但是他还是为这种恶劣的行为所诱惑嘛，对不对？哎，虽获圣道，忍飘非道中。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实状态，对不对？所以我与如我恶性诸有情，我与我漂轮回的漂泊的这乳母的这些恶性众生啊，希望我们一起啊能够皈依正法啊，能够被我们的善知识所调伏啊，我们的自相续能够转变成了清净啊，哎，能够转变过来。所以啊，起加持啊，也祈祷啊，上师啊，上师代表的三宝啊，啊，能够来加持我们，是这样子。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今天啊，哦，学习到这里以后啊，我希望今天这只不过是讲，以后有光盘呢，我们大家还要多多的看，多多的看，深入的去思维。哎，你深入的去思维，这个就是叫念佛。哎，甚至我们在讲经的时候，你说我也听不懂，我也不识字，你讲的那些语言，我的生活语言也没有这么丰富，我也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但是只要你安住下来，你恭敬这个说法，你内心的分别念会减少，你的正念会提起，会变得清明，就接近于念佛的状态。哎，你像我们念佛的，很多净土法门念佛的，念佛他并不懂得念佛，也不懂得念法，他就是靠祈祷佛啊，以佛的悲愿力摄受，以那个成就的。那佛讲经说法来，他却不要听。如果善知识在讲经说法啊，这个。如果这个佛法的因身所在之处即为有佛嘛，这种真正的佛法的状态他不要来，那他与他自己讲讲是念佛的，却与真实的这个佛相违背的。所以纵使你是修净土的，你是念佛的，你知识也不多，你我一心求往希望极乐世界的，有讲法的地方你也应当去听，因为那个时候在真实展现佛的悲体的时候啊，你也会开智慧，你也会啊，平时念佛的时候妄想很多很多，但是你听讲经说法的时候妄想就会很少。
甚至哪怕你睡觉也不要紧，哎，我也允许你可以睡觉，睡觉是清净的了，非常清净的。哎，反过来了，我不讲了，你马上就醒过来了。哎呀，眼亮亮的，很有神的。我一讲啊，就打瞌睡了，不要紧的。分别念减少的瑞相，哎，这种啊，比你这一个人在那里啊打着妄想念佛啊功德大。哎，真正的念佛，哎，念法也是念佛了，念佛亦是念法了。在念佛当中啊，即是法；在念法的当中啊，它即是佛，对不对？佛法，法和佛哪里有两个体性的呢？甚至法，如果讲那个比起来的，法还是佛的母亲呢。一切佛的功德都是从这法当中生出来的，所以呀、啊，要是修净土的念佛的人，以后也要多多的听闻佛法。要沉浸在这种法喜当中，甚至沉浸在这种说法法会的加持当中。哎，这消无量劫的业障啊！哦，那以后你再念佛的时候啊，那真是更开智慧啊，更加深入，更加能够得定，甚至啊能得念佛三昧。哎，所以这并不相违背啊！不要有的人看了哦，这是讲经的，这是讲的还是哦还是什么什么什么。啊，他讲是指其他的，不是我们这个的，哦，是密的，不是显的，这种啊都极大的罪业，哎，极大的罪业，这种啊你真是要当心哦，不要说想往生哦，你往怎么往生呢？因为你和这个真正的诸佛的这个真实体性相违背嘛，所以五逆十恶都能度啊，哎，你不小心，你愚痴，你贪嗔痴。你造作了五逆十恶，爸爸妈妈不会嫌弃你的，都会想救你的。但是的话，你违背正法啊！爸爸妈妈想救你的所实现的种种的方法，你违背，那你还能得救吗？那是得救不了。爸爸妈妈想救你的心啊，不会因为你多笨，你是不是痴呆症，你是不是弱智，是不是啊残废，他不会这样的。爸爸妈妈爱孩子啊，他不会以这个来定的。诸佛菩萨也是这样的、啊。救护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再大的智慧的人，再愚笨的人，佛都是想救度的。但是如果我们很愚痴，我们就不接受佛救度我们的方法，你诽谤这些方法，那糟糕。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南无阿弥陀佛。